墙，并且开启小铃铛哦。哦，对哦，屁手，屁手，三手，二小，你这个主播的钱全部都丢了，就二两个钱，三万进不进不多不进不进，这样好。
经是灵魂如烟，灵性自性，灵魂天灵，眼睛不灵，笑话无间。天灵共佛缘，共花性灵平，眼前眼无灵，眼无数空花缘，无数空花缘，笑话无言。第一世生何因不是言？求功法缘，佛佛修不得缘，土功法啊，无不求天，好天天求因功法缘，求速空佛修不得缘。第五不求因缘，因缘灵修，因缘清净，因缘出灵，不修不灵不修。烟花烟文不不灵魂，接诸持烟文是烟魂，烟魂清净烟魂不言，大如各恩徒有五福不言，接三性性烟文，天人定量文清性性烟文地灵，阿五不言清净性，阿五度不心言度者烟灵。阿苏苏有文暗清灵文相化黑天天灵清心烟文地影阿苏心灵求心烟火小火心灵烟文苦灵阿提修天不度不去不度灵性功夫相光化影，独灵问清，问清心灵，问天定灵定，不笑笑化天应天，好无为不不救天，好定天功夫心天定灵，独素无我心分清净，独出慧眼清功夫影。阿金星定问天，心夫不求有化心天，天天不空不变化变不灵，不得有心不救灵，不行不救心不迁，看见不不空化言，求不不。
Hi.
你的工作，这个我想不到。那你人的意思还到？
大量量供养那个池子，慢慢的它会去想要咚咚咚想要出来，有没有？那你一次已经冒头啦，那它是爬了一半很严重，那只要你冲冲尿啊或干尿等等有关去这种池塘的地方，它就会想要出来，就想去上厕所。那你压着它流量，不要看哪一种，看哪一种，它不舒服你就会跟着不顺，可能就从身体开始，从你的精神状况是什么，在一个应试这样。你自己要清楚，去想想从你没有走到现在的状况，那你长期不答应他也不是那也不容易让他出来的，然后他现在就不出来，我也没办法。你人的意思很高啊，你人的潜意识就是压着他，不要让他出来。所以其实当你讲的那两句，他其实也是你在抱怨，他就是压着让你出来。为什么要这样抱怨我？你跟我讲，那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放心，怎么放心都像睡觉一样，身体想要动一下，对，就像就很自然，你想动就起来。还是你坐椅子会比较紧吧？你看那个，你看，我知道，我为什么没坐？我知道，之前都有坐过啊。他根本还没有完全移动起来，全部被压回去啊。你都只是摇一摇而已，然后就有压力。有要上，有要跳起来的。你就是硬不住气就跳起来。然后他这样起来之后，他就是他要把你压回去。那是你的问题，就跟你讲说放掉，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那时候就这样觉得这样很可怕。不会，我们因为那个人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他不是也是人，我们人，我们都会负责。这个要留着吗？对，就是有人有我们在旁边看着你负责你啊。所以我们蛮怕死的。那时候你还没有。你是用那个小粉丝哦，哇！啊，对啊，因为我们人就是会有一个情绪恐惧，就是这样子。那你如果去突破这个，你的话，你是突破不了，你是干嘛？我玩。那你试着就跳起来。知不有万字，没有万字。那你叫他出来动一动也好。出来。我没有万字。动一动，手晃一晃，脚步一动，走一走，其实都是好的。对他来讲，对你来讲都是好的。然后我们在旁边一边做，一有对，哪边有对，哪边有对。尤其没有调好桌，前面有桌子，我们都会提醒你，不用担心，不要来。会有意识很正常，刚开始你这么小的状况下，你没有意识很正常，你只要放轻松，就让他去，让身体动。有意识很正常。记住一下。半合一胜，哪里有啊？半合一胜利的状态。对，玩完你就开心了，你就舒服了，这样子。把你的潜意识里面那个，不要拉出来那个想法放掉，你就让你出来。有，我刚才心里有想说你出来啊，你就出来。但是你心里跟最前面那个潜意识，就是还是不想让他出来。从你口讲话出来表达的话就知道啦。就这样子，好，我让你出来，你出来，然后我都不想，我只讲这个命令，这个动作而已，我就不想。对，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躺地哦，听了什么叫躺地？你试试看，看你要不要再试试看一次。我们都让你放自然，也不要跟你讲为什么你身体不舒服，放松。来，给你多次帮你试，需要不要？第一次是什么？之前你有。运作过，我可能有运动过，身体有一些些许的记忆还存在，只是说可能身体慢慢淡化掉，淡化掉。对，那没关系。不是的，我说是淡化掉，不是老化，是淡化。身体的记忆慢慢退掉而已。但是您很聪明，他做过的事情他都记得。都是，既然是他自己的灵，因为你不骗人。我只能说你不配，他想修你不修，答案就是这样的。你不让我修，那我不管你，我管谁啊？我不整你，我整谁呢？你让我修，我就很开心了，我就不会理你。你了解吗？所以，很多人都这样出来，你不走都没有关系，到你静坐下去的那就没办法，那就回不去了。放松。什么都不要想了，就放松，就想说你要出来你就出来。
员频道开播咯，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那喜欢我们